神献礼，登山，祭雷祖。恩为雷祖，轩辕正飞，仙残娘娘，始教民残，制衣作裳，择机万民，迎垂御宇。景观景王献帛奠酒，时为岁暮，恩为雷祖，某携众家之长，宣度敬仪，取进呈素于坛前，敬见馨香，启送福同，福为上享。景观景王富贵，众人齐跪，崇祀雷祖，启送福同。崇祀雷祖，启送福同。敬拜。
好看吗？娘子看上的不是绒花，是做绒花的人吧？女子今生本就不易，我是女子，所以乐得帮助女子。如果她识相的话，花荣在做些什么？逼着季家接了好些朱颜陀的订单，又派人去盯着登记造册的锦官府。你觉得他如何？聪明，狠辣，但都还不够。若是登记造册在益州城内出了岔子，总归是近在咫尺。那季娘子如此聪慧，应有应对之策。娘子放心，此事我已经安排了后手，要不要动，全看娘子抉择。错便是错了，理应道歉。其实杨警官也不必放在心上，我在益州城生活了十几年，早便适应了。若杨警官真觉得心中有愧，以后多给季家一些恩惠便好。我得赶紧回去染丝了。等等，既然是道歉嘛，总要有些诚意才是啊。这是什么？这什么都没有啊。嗯，这是什么啊？你送的？你用的什么染料？你怎么知道我用的是染料啊？你在我面前炫耀别的，我也不稀罕呀。那你是想要恩惠呢，还是想要这个呀？你这个人这么不实在，你要到。